作曲陈文华，鼎中天地，作词鼎中天会。歌曲表达了四岁的天会看到一串像小铃铛的粉红小花在草丛中用小手抚摸，用鼻子闻。他很想带走这串小花，但他知道这小花会因此枯萎而失去生命的时候，天会小妹妹用银铃般的声音引出了这首歌曲的大意歌词。儿童小组唱，领唱鼎中天会伴奏小乐队。Thank you.